吗？嗯，你有过人的体温吗？你说呢？有过心跳吗？废话。闻过花香吗？别没屁割了嗓子啊。看得出天空的颜色吗？你流过眼泪吗？世上有人爱你，情愿为你去死吗？有吗？咋的了妈？快点呀！这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了。豆哥，我冷。豆哥抱抱啊！啊啊啊！像牛皮糖。那当然了，我这可不是一般的脸皮，有点扎嘴。哎呀，憋回去了。你打喷嚏的时候千万别睁着眼打。为什么？眼珠子容易飞出来，尤其是你这眼睛。你胡说。哎呀，我逗你玩呢，咱俩睡觉啊。开始。我睡着了。我也是。睡着了。逗你玩。妈妈。嗯，妈妈，你干哈呢？没干嘛呀。妈妈。怎么啦？我想外公和外婆了。行，一会儿跟外公外婆视个频。嗯，他俩唠啥呢？是不搁那告我啥状呢？妈妈。哎。现在就视频行吗？我都等不及了。行，等我一小下啊。哎呀，这咋趴呢？这么趴吧，显得比较乖，我妈能轻点揍我。哼，我太聪明了。啊，好大的猫砂盆啊！拉个粑粑。嗯，你居然在这拉粑粑，真臭！埋上不就完了吗？那也臭。哎，我确实挺臭。怪着人。